2017普選是一個起點，希望大家俾民主一步一步向前走。我就1958年出世嘅，喺我頭嗰40年咧，我就冇機會喺香港選港督嘅，因為咧港督係英國人揀俾我哋噶嘛，所以到咗今日，我係希望，俾500萬香港人有權投票選特首。泛民咧話待住先就待一世，呢、這個完全咧係誤導市民嘅。我就覺得啦，2017年普選係一個起點，我哋一定會一步一步咁向前進嘅。